位觀眾，歡迎收睇 World of Tanks with Kelvin 啊！咁啊，近排搬屋搬到剩翻半條人命，我頂唔住啊！真係吊頸都要唞唞氣啊，要打打機啊！咁咧我部電腦搬咗嚟新屋啦嘛，玩啲輕鬆啲嘅啦。咁呢一個 World of Tanks 近排出咗一個 Winter Showdown， 咁一如既往係啲搞笑嘢嚟啊！咁今次就八 bit 嘅坦克，一共有三架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咧，之前上年的愚人節啦，出了一個 Car 都是玩8 bit 嘅，今次將佢演化，上次很受歡迎。我哋玩一兩鋪咧，咁就今集是很輕鬆嘅啫。咁有三架，一架叫 Mammoth， 即係嗰啲古時嗰啲長毛象絕咗種嗰啲啦 ，Polar Bear 啦，北極熊啦，同埋呢個 Arctic Fox 一啲雪嘅狐狸嘅。咁佢哋嘅國籍咧就係美國、法國同埋呢一個嘅蘇聯啊。咁你見到佢近排做得幾好咧，就係送埋啲人俾你，已經係100% 啊嘛，遲啲可以加埋落去啊嘛。呢個可以加落去，其實每一架車都係嚟跟翻美國，譬如跟翻佢原本有啲車嘅，譬如呢一架就好似美國嘅十級嘅重坦啦，應該係係啦，呢一架啦 E5 啊。咁咧，呢一個法國呢一架北極熊咧，應該嚟自就係呢個 AMX Force 啊，155啦，十級我未有啊，升咗啊嘛，但係啲人都可以搬過去嘅，遲啲。咁 Arctic Fox 咧，呢一架中坦咧，即係唔係輕坦嚟嘅，真係唔知啦，可能係 T34 啊 ，OK， 係啦，即係咁啊，但係啲 stack 好得意嘅。咁玩之前高呼下，咁其實全部咧一打就穿，因為全部啲裝甲都係得50、50、50嘅啫，係啦，冇分別嘅完全。咁但係咧，一架重坦咧，佢有5000血啊。如果佢係 TD 嘅話咧，有2500血。蘇聯輕坦係1500血，咁啊當然係最快啦，70cm。咁佢同埋啲彈都好得意嘅喎。如果譬如你架重坦啦，佢 AP 彈咧。每一個穿透力咧係750至1250，即係你喺呢一個遊戲裏面咧冇可能彈彈嘅啦，全部都穿爛啦。咁扣嘅傷害係150至250嘅啫。咁佢有一種金彈咧，好得意嘅咧，就係唔單止可以扣人啦，傷害如果對敵方嘅傷害一樣啦，但係對自己咧係可以治療嘅作用嘅。冇錯，你可以攞呢啲彈咧去到醫人嘅。咁但係你見到呢一架嘅 TD 咧 ，Polar Bear 咧，你發現咧佢嘅傷害咧係750至1200啊，咁啊，所以咧三四炮咧就打爛曬呢啲噶啦，打爛曬架重坦噶啦。咁啊 ，Arctic Fox 咧就蘇聯嘅輕坦咧，個支炮其實係同美國嘅重坦一樣嘅啫 ，OK。咁啊，但係機動性更加強啊嘛，所以主要用嚟啲偷襲人。咁我哋當然係正路嚟講，梗係用呢架開始玩先啦。好，我哋 Let's do it。呢啲八 bit 音樂幾得意啊！嘟嘟嘟嘟嘟。咁啊，啲八 bit 嘅遊戲 ，Wargaming 都唔止一次提出過，就係所有嘅遊戲都係呢一啲嘅八 bit 遊戲嘅。呢啲八 bit 遊戲所有遊戲嘅始祖嘛，所以佢哋都會有啲 contribute 翻啊。如果大家80後玩過咩叫紅白機或者 Game Boy 嘅話咧，你都會好了解啊，有嗰種嘅感覺。我睇下我哋今場咧，小心啲玩呢個遊戲咧。大家一開始我之前玩咗幾場，啲人都係一開始咧 rush 去中間嗰個 cap circle 嘛，好快死咗咁啊。其實唔係玩呢啲遊戲，普通玩啲 random battle 都係。咁啊，最好嘅方法就係一大隊攞過去咧，冇技術可言嘅。咁啊，最好嘅方法就係大家集中攻擊一架嘢，唔好分，唔好走咁散啦。好。好，哇，你都咩啦？哇，呢度好多人，小心啲。呢啲打自己咧系唔会扣噶，唔好走喺啲北极熊嘅正面啊！好 good， 大家做得好，继续。哇，后面偷袭，啱啦，过去啦，过去啱啦，有冇阻住我先得啊？
唉，你想做咩啊？好，四比一 ，good 啦。依一依你啦。好啦，人哋已經 cap 緊啦。咁你啲子彈咧都有段時間咧先至過到去啊，大概一秒鐘左右。我唔想，哇！偷襲我咁賤，啱啦！呢度有個水頭啊，一開始我都唔知啊，上咗幾次落嚟。哦 ，too bad， 仲唔死？好爆咗！唉，唔好硬嚟啦！你想点啊？哇，都就嚟死喎 ！Good， 好，最后剩翻只狐狸对面，解决埋啦你哋，我喺度 cap 下棋算啦。Good。第一場勝利 ，very good， 殺咗兩架，好似傷係應該麻麻地。哦 ，May 三 ，OK， 咁啊冇咗千幾蚊。咁誒佢咁樣嘅，如果咧誒、如果造成傷害大於三誒呢個3300咧，咁你就有1500經驗值啦，同埋有10000銀嘅。咁如果大於2500咧，有1500。跟住之後，如果咧，1700咧有1500嘅，咁啊，所以如果咧你係做得到大過呢啲咁嘅傷害咧，咁啊，你啲人咧就啊早排咧要2500嘅嘛，所以啲人會經常早排啦。咁啊，如果你贏咗場比賽咧，就會得到一個獎牌，攞咗一次啫，因為我之前贏咗，所以已經攞咗啦，就會係呢一個叫做 Operation Winter， 係只係攞一次嘅啫。好啦，跟住我哋试一试呢一只 Polar Bear 北极熊，有啲交通嘅阻滞，啲转向比较辛苦啊。咁啊，但系佢一炮嘅威力咧好劲啊，700几至1000几啊，750。咁啊，最好打啲弱啲嘅 target 啦，因为你嗰啲 mammoth 啊，即系嗰啲大笨象咧。5000几啊！你扣佢千几都系有牌啊嘛！哇，做乜嘢？有少少嗰啲咩玩 Minecraft 嘅时候啊，有出现啲低能嘢。好，啱啦，过嚟呢度，对准。哇！做乜鬼嘢啊？走啊走啊！快啲入嚟啦！哎呀，哦，仲要俾人 cap 紧啊！哦，后面仲有人偷袭。4比1，但系个 cap 就嚟爆啦，小心啲！哇，过嚟啊！哇，呢度有人嚟紧，我 feel 到啊！系啊，出紧嚟啊！喂，啲人去咗边啊？哇，后咗一炮，死之前。唉，啲人做乜鬼嘢啊？你去咁远做乜嘢啊 ？Where is the fucking cap? You think？ 蠢人系冇药医啊！咦 ，reset 到啊，好嘢喎！
睇嚟仲有机会赢啊！哦，跳水自杀 ，good good good。好啦，等啊水死埋，好赢埋第二场，但系唔知有冇奖金我啦，我啲damage 唔知够唔够高啊？亦都系冇钱嘅，哇四千几都冇啊 ？Why？ 咦有喎、啊，佢冇 show 出嚟哦，获得银币10000同埋1500经验值。咁我哋最后玩埋 Arctic Fox 啊！哇！呢场好得意啊，每边都有四架轻坦啊，好少见啊。咁啊，打咗大概10多场左右啦，通常都系得一至两架嘅啫。三架已经好多噶啦，但系我哋有四架。咩轻坦之炮同 Mammoth 一样，但系单发嘅。但每发咧只系做乜鬼嘢 ？AFK 唔系。每发系秒。接近2秒啊，1.29秒。咁我哋要揾啲方法，做一只狡猾的狐狸。有时唔知道狐狸系叫聪明定狡猾啦。好，仲未发现敌人呀，咁耐跟大队行啦。我见到啦，好啦，系时候绕佢啦。喂、哎，啊，唔好射中我。哎呀，咁都唔中！哇，两下夹佢，死硬！哇，咁你话支枪唔系好准啊？好，杀咗佢！你睇嚟轻坦咧，即系要打好多炮咧先至，我哋入去攻击架大盾章。哇，咁劲嘅个 TD。唔系撞弹啊嘛，啱啦，就系咁样打，好，俾我杀埋两架，多人嘅地方先至安全啊，嗰边就惨啦，好啦，我哋大家，哎呀，点解咁勇猛啊？嗰只大笨象。如果你计埋呢叫咩咧？好，我去帮只老。Oh no！ One on one， 你觉得我有冇可能解决佢咧？我觉得系得嘅。咦，封咗路嘅，但系，哇，输咗3-2啊！赢紧3-2，但系好牙烟啊！哦，喺度穿过去先。好窄啊！哎呀，头先只 Arctic Fox 咧，过嚟啦，过嚟啦 ！Yes, Bradley here. Telephone, Bradley here. Yes, Sky. 我嚟嗰只先。Telephone, не пробил.Пробитие. Оставить цель. Цель понял. Есть пробитие. Oh no. Есть оставить цель. Пробитие. Oh no. 走啊！啱啦喺度。哦，俾我偷埋 ，kill steal， nice， 好衰。不过冇办法，我系一只狐狸嚟嘅，狐狸就系咁狡猾噶。但系剩翻70命，我希望唔好死啦！咁长，好努力咁样保持8-3，哦 ，very good， 去翻呢条秘密通道先。欸，剩翻两架，两只狐狸，剩翻一只喺嗰度啊，好远下喎，仲有1000多血，好观察一下究竟佢向边一个方向先。我嚟紧啦！哎呀，哇，
哎呀，可惜啊，唔好走啊，接住。Oh no！ 好，解决咗。哎呀，头先杀咗咁咪四架啦。好，睇下有冇啲咩嘢先。咦，有喎，咦，唔错喎，咦，唔系喎，都麻麻地嘅。哇，八千几伤害，二千几得个，不过杀咗三架。好啦，咁啊，今集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啦。下一集咧就会睇一睇呢个嚟紧 9.6 patch 嘅有啲咩新嘅嘢啊，咁啊，多咗有啲新车，一啲 HD 嘅模型啊 ，sorry 唔系新车，有啲新嘅金车啦。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咁啊，我哋下集见啦，好快，拜拜。